近日，明日之子选手毛不易好友钟逸轩公布不好消息，自曝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，并晒出相关病例。医生初步诊断他有焦虑状态、抑郁发作、失眠等症状，让人担忧不已。不过他说会积极配合治疗，争取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跟大家见面。据悉，钟逸轩参加节目时也曾以才华圈了一大波粉，可在前阵子他突然发鬼图，把一众网友吓个半死，惹来不少争议。这次公布病情的同时，他也就此事向大家道歉，说以后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继续用音乐传递美好。我们也祝他早日康复。给你个点石成金的超能力，但你此生不会。什么超能力？点石成金呢、但此生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真心的爱你。可以，你再就你也没有办法和人相爱了。那年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我也爱上你的笑，你的笑温暖。